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在六位党籍立委参选人簇拥下缓慢走进现场，即便是大太阳，支持者不减热情，位在台南仁德区中山跟文中路口的竞选总部11月4号成立，也是首发场，破万台南乡亲到收听。那么到底共同面对台南50年来上最大的地震啊，但是咱共同化悲伤为力量，咱勇敢坚强，咱成功完成抢救，也嘛完成改革重建的工作。赖清德细数过去担任台南市长政绩，争取支持，面对未来也端出政见牛肉。清德如果当选总统，带领国家，第一，我会用人为才，跨党派、跨世代、跨领域，清德啊，有哪会发挥医疗的专长，来打造健康的台湾，发挥过去的台南打击黑金的精神，坚定打击黑金情毒甲诈骗。跨党派用人为才，打造健康台湾，以及打击黑金，都是赖清德替台湾打造的愿景。选战倒数时刻，赖清德竞总大会回到自己主场，展现大团结气势。继续为林清杜英杰采访报道。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尽善尽美，尽好新闻。